这是什么造型啊？挺别致啊。今天我要带20斤巨型河蚌王回家看姨婆，一个河蚌比我头还大，走得早回家。哇塞，这个蚌真的成精了呀，这么大。它就是河里的鲍鱼，比恐龙还要古老的生物呀，背上全部都是这种细纹。给他塞上满满的糯米，满满当当。哇，再请大哥喝一点凉凉的山泉水，再给大哥来一点点生粉，用这个生粉给这个大哥好好的搓一搓，洗一洗，把他的粘液通通洗掉。哈，哇哇，每一个都是满肉，再把每个河蚌的肉都给它分出来。来了，今天来做一个烤河蚌和剁椒河蚌。好吃好吃好香哦！我现在吃一个烤河蚌，给它来点这个香香的辣椒油。嗯，再来试一下这个河蚌王的肉肉。嗯，就是那种又很鲜，然后又很有嚼劲。这是什么造型啊？挺别致啊！光华行动。